房呢，那个房租一定会变得非常高。虽然相关政策措施细则要到今年八月底公布，不过已经有外来务工人员对这项政策充满期待。那一套房可能是要1000万，但我租的话，它一年可能要10万，这个比例肯定是这样，我肯定会选择租，不会去买。但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呢，要对着急需用学区房的人，我觉得是一种好事。比如说我在这个学区房有些业主，他小孩已经上完学了，或者他现在没有小孩，那等于他如果不能租的话，租售不同船，等于他那个名额其实就是浪费的。那现在可以租的话，那他也许就会考虑把这房子租出去给有学区的人需要，是吧？那等于就是提高了他这个学区房内这个学位的这个使用的效率。专家认为，虽然这项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学区房的资源配置，但由于并未增加学位总量，因而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城市学区房的售价会依然高企，而这项政策落地也势必会促进拥有优质学区房屋的租金上涨。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缓解这个矛盾，我还是要努力加大这个学校这个投入啊，建更多的小学，让更多老百姓可以上好的小学。看起来这个现实要实现的条件当中还是有很多困难的，而且两位，我看那个媒体的解读有些标题说，任何人好像都可以去租个房子，就让子女在那儿读书了。结果后来有一个网友提醒我，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你看麦穗就说，我看新政策里有一个条件啊，他说的是持有这个人才绿卡者啊，才可以子女就近入学。我就想，原来这个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是前面有很多附加的。对，我们要看广州的这个规定啊，就是他这个政府这个规定，谁能同权？我们细的去看，它前面有个定语，叫符合条件的人群，租住住房可以租购同权。所以符合条件是什么呢？它给出了很多的条件。绿卡是其中之一。绿卡，人才绿卡是其中之一。还有比如说，我是户籍的，够符合条件的儿童和少年。符合这个义务教育的条件的，还有呢就是人才绿卡，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有限的。还有呢就是积分政策，当然很多的净流入的这个大城市它都有积分政策，只有符合了它的这个城市规定的积分，达到积分以后，它才能够它的子女随迁的子女才能够就近入学。所以能够同权的这一部分租户其实它没有这么大规模，对，规模是不大的。我刚刚讲的仅仅有绿卡它不够，仅仅有户籍也不够，它后面一个还符合政策性戒毒条件。对，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性戒毒条件又是一种双重的进一步的约束。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总体来讲，我想广州出台这个政策，它本身也是有预判，是有考量的。同时要说明的是，这个政策实际上今天是一个导向性政策，那么它是一个总体方案，它强调进一步要这个政策的落实要由市的教育局进一步出台实施细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一个概念可能要区分的，就是说这样一个政策强调可以就近入学，但是它不等于就近入名校。假如在这个学区里头有个名校，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教育资源分配，国家强调基础教育要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没有完全做到。那么在这地方有一个优质的学校，能不能就近能入这个学校呢？它不一定，它强调能就近划分片区能入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概念我们一个所区分。那好了，就像我们刚才片子里边提到那样，那会不会因为我就想读这个名校，这个名校周边的房租一下子就真的涨得非常的高？就出现某种炒租的行为，比方说我现在担心有可能发生的啊，有人就现在去租这个房子，然后再转租出去，这是不是又成了另外的一种炒作了呢？我想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它的规模不一定大，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总的规模算起来，实际上可能几百人、几千人这样一个规模，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学区它是很独个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知道市场提供的住房不是说只有一家，有很多家，只要在这个学区都可以，所以我想对市场有影响，但我个人的直接判断影响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在这个时候，下一步它还有市教育局制定的进一步的政策会落实这个事情，在这个方面它会有相应的一些约束的条件。那您看看这个广州市的这个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麻烦我们的编辑再放上来，它这里有很多条，除了这个租房以外，其他各条，任老师您觉得哪些是真的治标的，哪些有可能治本的？我觉得它的最大意义啊，刚才我们讲可能它的人群范围
范还是门槛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同权的数量并不大，同权的范围并不大啊，大家觉得好像不太解渴，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租购同权上升到更高的，就是更重要的位置来认识，而且写到，就像你刚才讲的，写到政府的文件里边，清晰地表述出来，而且我下一步还要制定相关的细则，我觉得这个已经破题，然后下一步如何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范围的问题，而扩大范围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我们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的问题。我们是想把这范围很大，扩得更大，门槛降得更低，但是这就需要我们公共服务能够及时跟上，特别是学区啊，把我们的学校能够提供的教育资源可能更多，好一点的学校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才是治本的。另外这里边呢，我觉得广州市的这个文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政策体系。我说租购同权，然后我还有一些别的政策跟上来，比如我的公积金，我用公积金来支付房租，我的比例提高了啊。还有呢，就是特别是它的税收政策规定的特别的详细，所以我觉得这个广州市的这个政策含义就在于它有一整套的围绕着租赁住房的政策体系啊，不仅仅是租购同权，它还有其他的，包括税收，包括用地，包括商改住等等，哎，这一系列的政策跟上来。对，您说到这个用地这方面呢，其实除了广州以外，在其他地方针对这个租赁市场也有一些尝试。比方说吧，在上海七月初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全新的土地的属性出现了，叫什么呢？租赁住房用地也备受关注。现在呢，有两块这样的建设用地，在这个上面建的房以后只租不售。我们来看看。七月四号，上海市规土局发布了两块建设用地的出让公告，一块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南区，面积6.5万平方米，另外一块位于嘉定新城，面积2.85万平方米，他们的出让年限与普通商品房相同，都是70年。不过出让公告要求竞得人必须在出让年限内100%自持物业，这意味着竞得人不能出售所建项目，只能出租。公告对未来项目房屋套型、精装修标准、租赁年限、配套建设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这次出让的两幅地块当中的张江南区地块了。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这幅地块紧邻的呢，就是一个即将开盘的商品住宅项目。那么资料显示啊，这个楼盘所在的土地呢，是在2014年的10月份出让，当时的出让地价是每平方米26000元。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土地出让中，住宅用地已经普遍规定要有一定的自持比例。不过在上海，自持比例达到100%还是首次出现。公告显示，两幅地块的起价都不高，每平方米都不足6000元。这两幅地将在8月2号进入现场竞价，业内预计最后的成交溢价率不会很高。不同于廉租房、公租房这样的保障房，这次两幅地块上建成的项目可能更接近长租公寓或人才公寓。租购并举的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那我们把租的这个短板补齐了，这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一开始的这个土地供应就已经确定，这个土地是用来租的，不是用来出售这个房屋的。从源头上就有这样的定义以后，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带动最末端的这个租赁市场呢？而想二位请教的就是，您知道那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想回款快，当然是卖房子快。你要让他自持，通过租金来回款，那速度得多慢啊！什么样的企业有这个耐心和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完全自愿的话，我想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企业，因为它出售以后建成了出售，立刻回笼资金啊，多快呀，挣的是快钱。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规定，就当我们的土地拍卖到一定的价格的时候，那我们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竞争的话，就竞争自持部分了。这是我们的就是土地招拍挂的规则啊，一个城市里边的规则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地就是他竞拍下来的自持部分，这个已经是规则规定的了，你这部分必须是自持的。所以你自持做什么呢？那只能做租赁住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大的开发商反而拿到了自持的这块地，那么你下一步就要进行这个租赁住房的开发和供给，你要供有这方面的供给了。这就是引导我们很多的企业去做这个，去开发这个租赁住房，这是一块啊。还有一块呢，就是我在
商品房里边你有一部分商品房，但是你得配建一部分租赁房，这是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规定了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鼓励那些国有的企业把它原来的有那么一些闲置的用地拿出来，和一些旧的厂房还有一些旧的酒店啊拿出来做改造成这个租赁住房。 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就是刚刚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提供，包括个人提供，还有一个方面是政府的政策引导，包括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现在个人提供是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主体是靠个人在提供，一部分开发商提供，但是比重和规模都很小。我们看到在九部委这个文件中，它比较强调国有企业要有规模的机构化的国有企业介入这样一个过程中，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它的基本的短板矛盾在于人口净流入城市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供给不足，导致这个住房租赁市场的秩序存在问题，实际上在这地方哄抬价格等等都有。那么国有企业介入，因为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它既有盈利的功能，它还有第二个功能，政策性的功能。政策性的功能就是通过政府投入资金，包括投入资源，因为你刚刚讲的上海那块土地它是国有土地，它在使用性质上进行明确的界定，也就是说增加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因为就是租赁市场，我们知道要发展这个市场，就不仅仅是我们前面讲的保障性的租赁住房，因为我们原来讲叫公租房和廉租房，今天说的是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它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会进去，在这地方刚刚讲的包括土地的价格上可以采取一种优惠的价格，第二土地的使用性质上可以采取明确的规定，第三融资方式上也可以给予这种住房租赁市场给予必要的支持，第四个方面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除此之外对于还有其他一些政府的政策性的一些支持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作用。你想这个政府的角色在里边也很独特啊，你看这次九部委的说到需要在有些条件地方要由政府来搭建一个租赁市场的平台，交易平台啊，这也是以前大部分靠一些我们的租赁企业来做的事情，以后这个要加强这方面的。这次九部委的文件里面明确规定，这个城市的政府要搭建这样的平台，这个